它拿在手上，习惯性。我有两，最后两张斜片都是鬼刀。对啊，好可怕，看的好烂。七千和你四千。
真的下出十星之后就没救了。对啊，没办法，完全能解开手中不行。因为下十磅也是马上没，对不对？就是下什么都是马上没。对啊，就没了。所以你刚刚试着下三指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我先攻。六千头，可以下回刀，走，换你。好，血可以盖起来。操！千头，效果。跳震动，对，他跳躺动，是啊，好，把你开枪，九千头，是，三费打七，换你。两张龟打哦，太多了吧？两东，你的效果减他两费，五费，你肉奶推动，跳一只八。杀不灵，不杀这个。那零攻，至少我现在比较怕手不要血。好，这两攻，你的效果足以。看你，
差一都差差一点的，两千两千三千，没挡住，七千一万二啊，好可怜啊！为什么好惨啊？对，好惨哦！你没有准时拍就很惨，运气很差呢。哦，为什么上手三张鬼岛？